厨房一起，真的是大多了耶。你们家就是灶堂部分造成工作压力大。你看，你的皮肤都变皱了，变差了有没有？你的皮肤，哇塞，怎么好成这样啊？我有保养小撇布啊，它可以维持我皮肤的健康，就算素颜也有好气色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赶快上我们风水有关系的脸书参加活动，将有机会获得守护身体和气色的好物哦。